姐姐弟弟都在中国，心情有点怪怪，让他体验肉松小贝的美味，让他知道毛肚的美味。大家今天呢我的姐姐来姐姐挺帮助我그냥페인페인맞는데뭐아니셀카로보나이걸로보나똑같다下班后来他困了，不过姐姐也都不会中文，就他不能出来，想让弟弟去接他，但弟弟也不会中文，就自己来了。等了半天他不出来，想坐在地上。왜해똥싸结果睡着了。누나가자고있어요一家人都喜欢拍其他人睡觉的样子。우리갔다왔니어우리갔다왔네姐姐来了언니언제나왔어아니갔어갔어姐姐弟弟都在中国心情有点怪怪갑자기우리가족들이모였어 가자 가자가자 一个床上横着三个人一起睡觉了。上午来了吃火锅，让他知道毛肚的美味，让他体验肉松小贝的美味。뭐야一家人都不太关心是什么东西，好吃就好。이거맛있다이거맛있다이거맛있다짱거짱거짱거树子姐姐疯狂吃아이거무슨녹차맛새로신제품있던데이거뭐야对吃的没感兴趣的姐姐今天有点奇怪근데언니그게뭔줄알아돼지고기말린거초코가제일맛있다맛있어아니배부르다근데근데언니아까부터배부르다계속먹었어아이건찌로우인가별로다병아지초콜같은까만색들이다맛있다초콜다먹었어옛날에다먹었어배가부터晚上来了看金韩和오이쁘다예쁘지아근데이런그뭐라해야되지좀영상에서보던중국스러운거오늘처음와봤어 한달동안 한번못와오늘처음봤다姐姐可能很累上车直接睡着了